女孩子吃这么多甜品，不怕胖吗？青青，如今你已经完成任务了，不如还是随我下山吧。此处修行，毕竟危险艰难，我不忍心看到你在这受苦。 这几日我灵力提升了不少，我想留在这里继续修炼。待我学成之后，就没有人再会看不起我了。再苦再难，我都要坚持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保护百合，也可以保护我自己。如此，那我留下来陪伴青青。不行，身为太子。 怎么能不管不顾朝政呢？那样我岂不是成了罪人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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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若想修行，我可以教你啊。绵羊，荣云大师乃是起源大陆的出世高人，能得到他的指点是青青的福气，你应该为他高兴啊。嗯。我只是担心青青在这莽荒森林里再受伤。青青，你有没有灵力，我都不在意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朝中还有许多正事需要你处理，王后重臣很需要你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王兄一向不关心朝政，为何如今一反常态？疼疼疼疼！没事吧？ 怎么了？我要不叫师傅来帮你看看。没事，没事。爱情。